州人有产生地图，他们是饥渴沐浴的，他们要得到饱足。高雄民让他们弟兄姊妹要得到饱足。他们是连续的，有很强的牧羊的心肠，连续的人有福，他们必蒙连续。他们是清信的人，清信的人有福，他们要看见神。我们要带领你让他们弟兄姊妹要看见神，求主借着他们的话来祝福。今天早上我参加洛牧师跟罗牧师、主任牧师交接的时候，有一句话在我的里面，好像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：“我儿啊，你要把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的恩赐，再烛火挑望起来。”不只是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的恩赐，而是众长老按手，众牧者按手在你身上爱的恩膏、为父的恩膏、城市转化的恩膏、南岛宣教的恩膏，要如火挑望起来。主啊，不只是今天早上，主啊，我们众牧者为他按手，主，我感受到好像来到今天下午是高雄的众牧者为你祝福，高雄众牧者欢迎你加入整个高雄主任牧师的团队当中，一起承担高雄的复兴还有转化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圣名。把这个声音拔高，其实有敬拜听到已经在你里面，你要重新点燃。神把一个大卫的心赐给你，到他的帐幕要重新建造。神的灵，神的负担放在你里面，每一次敬拜就被神触摸，每一次敬拜神的灵就浇灌。因此神要把一个清新的灵赐给你，让你真知道你是被拣选、被神厚爱的。你这种刚强壮的，不要惧怕。你口中有律法，你口中有话语，你口中有权柄。用神让你杖放在他身上。父啊，我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让他从儿子身份进到君王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牧师经历到主你的恩典，为父的心的恩典临在他的身上，他会带领高雄民羊堂再度经历到主你的荣耀，主啊，他们会再次领受到生命的约旦河跨过去的时候，生命的耶利哥城将会起。他们会走入主你给他们所赏赐的迦南地，帮助同时经历到他生命当中愿意刚强壮胆，因为主你他同在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感恩愿主你的带领保守，我们谢谢你。最后请众牧师，我们同起立，我们做祝福的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为今天这样的聚集，我们献上感谢。感谢你，你的同在，荣耀的同在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宣告，主 RPG 将我们的家庭不再一样，主，我们每一个教会不再一样，高雄我们在职场，我们的职场不再一样，主，我们的城市不再一样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但愿我们下一次聚集的时候，要把更多的荣耀见证都归给你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谢谢你，感谢祷告，奉主的名。